姜大师高雅段子靠谱。清明节还有烧纸的，纸啊，爸，嗯，你一辈子非常清廉，那是。现在我们正在反腐呢，嗯，夜总会全关了，我给您烧两个小姐。来来，可气的，嗯，嫌我这当父亲的，老是让他用陆陆续续做造句。那他家儿子怎么造的句？下班了，我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。你有多少个爸爸呀？啊？他说他们家隔壁啊，有一天来了个女同志。哦，来了女的。叮咚，一叫门，嗯，主人出来一看，不认识。我是你们孩子的班主任。那个老师您贵姓？啊，免贵，我姓金，我叫金莲。嗯，哦，潘老师，请进。潘金莲呐，那个校长西门庆没来啊？一个狗熊，哦，狗熊想吃蜂蜜，哦，从树上找着一个蜂窝啊，够下来以后吃不着蜜，在水里头往出挤，哦，结果把蜜蜂给挤出来了，哦，折腾的绕世界跑。你瞧瞧，母熊在旁边笑话他。母熊说什么了？瞧你那熊样，还想泡小蜜呢。来，我来分配一下东西啊。爸爸，您是那个灯光箱子。哦，妈妈，您是那个服装筐子。啊，哎，儿子，你是那个放盒和喝水的缸子。哦，媳妇儿，你是破鞋白菜帮子。哎，那个六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说这第一个媳妇儿啊？哎，不是，您等等，您等等，您等等，怎么了？您这词汇都不准确。怎么？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？就是头一个。怎么能叫头一个？是就一个吗？您这艺术家嘴里也没溜干。